我叫卓峰。喂，我叫嘉乐啊，呢个咧系我电话啊，下次咧约出嚟打波啊。喂，走先啊，下次约你打 1v1 啦。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啊，少年。都几噶。做乜拎咗我支水啊？可以放水啊。我叫卓峰。在我小个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一次意外伤到我喉咙的神经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讲不到嘢。小个家环境不太和谐，我爹哋妈咪一早就离了婚，两个都不好理我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做手术，
直到依家。就系因为咁样，遇到任何事嘅我都反抗唔到，生活亦都一直唔顺境。喺我十岁嗰年，我决定俾十年时间自己。如果情况一直都冇改善嘅话，我会终结我嘅一切。呢十年就当俾我自己人生嘅一个交代。我真的很对不住啊。喂喂疏，我又留啲碌士喺落卡，喂我返去攞先，疏啊。靓仔，攞晒啲钱出嚟啊！哎，去边啊？你系咪以为自己走得甩系嘛？你攞晒啲钱出嚟啊！早啲攞晒啲錢出嚟，咪冇嘢咯！死鴨仔，全校都知鴨嘅而家。喂，冇嘢啊嘛？乜事都冇，冇伤过。条友叫咩？山鸡哥啊？佢打人冇力噶，我心谂，唉，咪系得个样真系。冇事就得啦。我冇嘢讲啊。阻住晒我做嘢啊！拜。好玩啊！喂，你又知系我嘅？我一眼认得出嚟啦！你咁样衰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Oh yeah.
唱歌，我哋走先啦，我哋。生日快樂啊！生日快樂！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是的，卓峰，为什么你这么喜欢影相的？我想我知道他在哪里。全校都知雅嘅而家，我哋今日兩個有啲嘢做，你幫我做埋佢啦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背景，他们都会有一刻对自己人生有不满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东西都等着你去发掘，有一些会值得你去留恋甚至去追求的东西，我相信你在这十年里都应该找到的了。加油啦，慢慢来啦，小年你就有大把时间。